今天的热搜榜一说的是什么呢？啊，说这个工作呀，是为了早点赎身，就是为了自由呗，不是为了干成头牌的啊。大家呢都这个很爱这个话，说打工人状态真的是堪忧，睡眠都不好，说的太对了，坚决解决内卷，说的真的也对，是吧？赎身不等于是自由啊，是吧？只是一个正常的人而已，是吧？等等吧。当你身边的人都削尖脑袋想当头牌，你就老老实实的赚好那份赎身钱。这种想法要批评啊。头牌是什么啊？头牌就是劳模嘛，怎么不这个反对做劳模呢？这个要批评啊。按照马克思说的，这个衣食无忧了，你还是工作呀，啊，那是为自由嘛。这个不好啊，批评劳模这有一点，啊，不符合我们这个主流价值观。当然你要批评我说你。我其实我都会批评我自己，但是我批评不了，小编不让批评，不好啊，这样想问题啊。或者是相反的，你想解决温饱，你必须得你要反赎身啊，你要反赎身得，这是现实。